修行，在修行中生活。各位网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新禅风和宏愿之音同步直播课程，菜根二人谈，欢迎大家共同学习。今天晚上我们的幸运嘉宾是新禅风的王总，王总您好。 阿弥陀佛，师父吉祥！阿弥陀佛，啊，非常开心啊，呃，连续三次来到真宁寺来做这个直播，这个也是开了我们的这个先例，呃，我们同样呃，这次直播也是由三大平台同时开始，一个是我们的宏愿之音，然后一个是新长风的这个公众号，然后另外一个还有我们新长风的视频号，啊、呃，大家都可以通过这三个平台进行这个我们的直播的收看，啊、呃。 上一期直播结束之后，很多的这个网友提出了非常好的建议啊，比如说我们师傅赠赠送出去的这个墨宝呢，希望是在线互动最积极的网友，呃，或者是这个在线提问啊也最深刻的这个网友啊，那么我们很乐意听取这个网友的这些建议，所以这一次的这个互动啊，我们师傅呢准备了两幅墨宝，是的啊。 也送给我们到时候两个，呃，这个《红源知音》和《新长风的这个两边的网友，他互动最积极的，或者是提问的最，呃，最有深度的，啊，师傅，今天我们就从这个网友解答网友的提问这个开始好，啊，每期的这个提问大家可要珍惜这个时间，因为只有三个问题，师傅愿意回答，啊，超过三个问题可能我们等到下一期的节目。 啊，师傅，现在有第一个问题，就是网友提到这个，呃，在我们这个高三访谈群里面也争论的比较激烈啊，就是学佛了，是念一句佛号就行，还是要深度精藏啊？这个问题可能很多人都很困惑。是的啊，这就像我们平常吃饭一样，正餐主食对，免不了要配几个小菜。嗯，所以通常来讲，我们学习佛法。 是需要解和行同步推进的，它是并重啊。没错，没错，就是解行并重。嗯，深入经藏，这是解门。嗯，就是我们要去了解，嗯、去理解，在了解和理解的基础上，嗯，我们去实践，实践的过程就叫修行。嗯，所以。 深入经藏和念一句佛号，不是说必须对立起来，嗯，而是可以相辅相成的，嗯，当然了，每个人的实际情况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很多年轻的朋友很喜欢读书，看到佛经非常有兴趣，嗯，我就喜欢多看经书，非常好，可以加强理解，拓宽自己的心量，嗯，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可以获得更多的启发。所谓深入经藏，智慧如海。嗯，但可能有些老人家呢就很为难了。对，呃，你让我看这么多经书，我眼睛都花了，而且都不认识、呃。对对，没错，还有很多老人家他字认不及个，可是他念佛很安心，那也不能逼着他，你别念佛。 或者你不能够只念佛，你必须要把《大藏经》给我看个一半，这是为难老人家了。嗯嗯，嗯当然了，嗯，有些老人家依然有好学上进，嗯，深入经藏的兴趣，在能力范围内也是非常好的。嗯，也就是说，佛法所提供的方案方向上是光明的、觉悟的。 但是在具体操作的层面呢，因人而异。无。法门有无量，殊途同归。但就事论事，深入经藏和持名念佛，一个在解的层面，一个在行的层面，并行而不悖。嗯，只是偏重于解，或者侧重于行，或者以解为先，或者。 以念佛为先，这个不需要对立起来。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实实际情况，嗯，边深入经藏边念佛啊。这个“边”不是说我一边看着经一边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是这样，<laughs> 而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比如说我抽出一个小时的时间，嗯，读经，嗯，我再留一个小时念佛，嗯，举例，或者我一个半小时读经。 半个小时念佛，我半个小时读经，一个半小时念佛，这个都是可以自由支配的，不是必须要定个标准。嗯，当然，更多的生活中的朋友，或许读大量佛经的时间是不多的。对，所以虽然说深入经藏原则上是鼓励的，但在实际推广的过程中，可能只有少数人，就有一定的操作难度。没错，没错。 更多的朋友或许更喜欢经书，我能够看得懂的，在日常生活当中能够非常实用的，比如就像《坛经》，它很生活化；就像我们今天要谈的《菜根谭》，它也可以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一本说明书，引导我们用更好的心态过生活，在维护我们。 乐观、健康、积极向上这种心态的层面，念佛或者持咒，嗯，或者其他类似的修行方法，嗯，可操作性就非常强，嗯，所以总结因人而异，嗯，皆大欢喜嗯嗯嗯嗯，嗯，呃，我理解这位网友的这个提问的这个含义啊，就是他内在意思，有人在讲就。 持名念佛跟这个解读经藏是的，是不是会同样到达彼岸？呃，如果单纯从修行的角度讲，嗯、解和行是合二为一的，嗯、就是我看说明书，嗯，这就是深入经藏，嗯，我需要具体走路才能到达目的地，嗯，以念佛为代表的行持法门。 则更多的是实践，嗯，就是深入精藏更多的是在理解的层面，嗯，所以不能对立起来去讨论，嗯，嗯它是为一个方向服务的，就深入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去实践，而实践的前提，则是要把握好方向，就理论和实际呃实践上结合，对对，融合在一起，嗯，就所以这不是两个问题，嗯，而是。 一件事情，从两个角度去分析，一题两用，没错没错、嗯。好，第二个问题，呃，这个网友提的也是比较有实际意义的这个问题哈、啊，就是现在快到了这个世界的十十月初一啊，就是民间、啊、有一种传统的习俗，要跟这个亡人的，比如说呃这个往生的亲友啊，送这个寒衣啊。那关于这个了，那、呃、这个问题就是学佛人应该怎么来看待这个事情？啊，在传统上。 我们的文化是非常厚道的，这是对已经过世的先人表达一种关怀的心情。嗯，它属于孝道思想的一部分，在我们的固有孝道文化中是这么倡导的：慎终追远，民德归厚，就是。 已经过世的人，甚至很久很久了，我们在重要节日的时候，嗯，还要用人间的方式，嗯，对他表达敬意。嗯、比如像刚才说的，马上天气冷了，嗯，农历十月初一，嗯，这是一个时间节点，嗯，我们感受到天气渐凉了，也会想到那一边的亲人，嗯。 他们可能也需要天意了、啊。嗯、那是不是那一边的仙人他们还在等着自己的亲人去送衣服呢？嗯、这个就不得而知了。嗯，那从佛法的角度啊，这是另外一个空间的事情了。嗯，所以不能展开来讨论。因此，我们先从生活的层面去理解。嗯，这是对已故的亲人。 表达追思的情感，这本身是厚道心地的表现。因此，这样的做法呢是值得肯定的。嗯，但在操作过程中，因时因地有所不同。比如在这几年，我们更倡导的是环保基础、生态基础、文明基础。在佛法中，甚至给出了一些。 比较温馨的，嗯，纪念先人的方案，嗯，我们可以用我们的善愿、善行表达对先人的缅怀。嗯，当然，民间的很多习俗，可能大家觉得这样还是比较尊重的，没有关系，在不违背环保科学理念的情况下，大家可以适当的，比如说用民间大家认可的方式。 可能过几天，就有人去这样做，嗯，烧一些纸做的衣服，嗯，前提是要注意安全。那在佛法里面呢，给出的建议是，我们从中获得启发，嗯，采取更有效的一些做法。获得启发的当下的意义是，是对前人已经过世的人，我们这样关心，这样缅怀。 表示我们心地很厚道，那么对我们身边现在的亲人，应该更加关心。嗯，它的现实意义才能体现出来。就是注意力不仅仅要放在前人身上，没错，没错，更应该在自己身边。对对对对，之所以慎终追远，就是为了让民风更加厚道。已经过去的人都不忘记，何况是眼前的人呢？嗯，更有效的做法，比如说。 可以为他做些善事，就是以他的名义做些善事，或者做了善事之后，功德回向给他。那佛经里面有很多相关的案例可以参考，比如《地藏经》里面就有不少这方面的一些操作方法，或读经，或者广行世间种种善事，总是借他的名义做一些对众生有利益的事情。 嗯，这显示出它是有价值的，而他因此会得到很多的福利，就像这个，我记得，嗯、呃，玻璃大王这个曹德旺把他的股权捐赠出来，是的，成立了<对>成立了一个以他父亲命名的这个、嗯、以他父亲的这个名字命名的这个基金，叫仁和基金，没错，这就是、呃、做了很多善事，对，也修了很多庙，大孝的做法、嗯、啊，也就是对过去的亲人，嗯。 最好的纪念，让他的生命，让他的名声，让知道他的人，嗯，都能够得到一些好处，嗯、这就是利益众生，而他本人一定能得到更多的利益。嗯，嗯呃第三个问题啊，师傅就讲到这个临终祝念的这个问题，呃，很多人可能是比较关注的啊，呃，因为这个有些呃学佛的这个人。 家庭有些家人是不学佛或者不信佛的，那么碰到这个临终祝念的时候会产生一些矛盾啊。那有些临终的这些人可能会因为这个不念佛或者是不信佛的搬动他的躯体啊，或者是这个给他穿衣服啊等等这些，那会不会造成他的一种这种剧痛啊？然后起了一个嗔恨心，导致他不能相应的顺呃顺利往往生这么一个事情。对，这、就是。 比较专业，而且有点严肃的问题。我们每个人都要面对生死无常。作为亲友，看到自己身边即将离去的亲人，这种心情难免会有些波动。嗯，这种波动如果表现出来，可能会影响到当事人。嗯，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 是需要多一些沟通和疏导的，就是让人的情绪渐渐的平静下来。以临终关怀为例，嗯，一般都是前期先做家亲眷属的思想工作，嗯，同时对当事人做一些安抚和引导，让大家知道这是生命转型的一个过程，嗯，不要怕，嗯。 暂时的离别是为了永久的团聚，有更好的归属。嗯，在另一个空间。没错，没错。如果彼此都能够理解，自然而然就不会有太大的情绪波动。当然，不是说绝对不可能有意外了，几率会降低。嗯，与此同时，用。 行之有效的临终助念的方案，比如引导他跟大家一起安心的念诵佛号，他在安详的佛号声中，自然而然没有恐惧。嗯、这个时候，一般人可能看不到，当事人可能会有一些他意想不到的境界出现，嗯、就是看到有佛来接引。嗯 至于说旁人怎么理解，是不是真的这个事情会发生，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对当事人来讲，他的心不再恐惧了，平静了，没错，没错，就不再出现像刚才所说的问题当中。嗯、假如他动了一念嗔恨心，或者他情绪波动极大，因此断送了他有可能到更好地方去的这一种。 机会，所以不管怎么说，临终关怀这个事情都非常重要，嗯，也是非常有意义的。是的,是的，是的。其实这个事情，在这个佛教传入中国之前呢，也会有，呃，也有一些这种呃这个做法，<对>比如说像我们，呃，一些这个人在古代的时候，他往生呢、啊，家里人都是唱歌的，的而不是哭的送是的是的送别这个往生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啊，对。 所以我是觉照一个氛围，对，送他到另外一个空间，<对>也许大家到说到那个空间去相聚啊。是的，是的。啊、说那现在这三个问题回答完了，正式进入我们今天的这个议题《<对>菜根二人谈》啊。呃，我当初在跟师傅商量这个选题的时候，我觉得是《菜根谭、啊》呢这部书非常有意思啊。大家第一开始拿到这部书的时候，可能都会以为它是一本菜谱。 啊，就像我们经常看这个金庸武侠的小说一样啊，所以我说今天咱们就从这本菜谱先讨论开始啊，那说说这个《菜根谭》到底是不是一一本菜谱？单看名字啊，很像是菜谱。对呀、啊，而且是讨论怎么吃的菜谱。没错没错，你看“菜根”嘛，嗯，“菜”顾名思义就是摆在餐桌上。 供大家品尝的嘛，对，只是他紧接着就提到了菜根，嗯，那菜的味道源自于根，这说明啊是值得品尝的。谈这个谈跟谈话的谈是相通的啊，同意。我们今天说就是聊聊，嗯，就是聊聊这个菜谱。这个菜谱其实啊。 是人生的菜谱，作者用非常生活化的一种说明，让大家从中品味。品一本《菜根谭》，尝人生百味。难道人生不就是百味饮食在滋养吗？而且我们的酸甜苦辣的，没错没错,没错，对啊。 哎，所以用菜根非常形象，嗯，也可以理解为真的就是菜谱，人生百味的菜谱，嗯，非常有趣味，值得好好品尝一番。而且这个它的作者啊，呃，这个洪应明啊，他真的是一个好厨子，啊。是吧？是吧？没错，没错。啊、对，他这个菜根就腌这个菜根的这个方法和这个方式，传给了很多人。嗯 甚至还让一些这个老婆婆赚钱了、啊，三句话不离本行、哎，<laughs> 果然是菜谱、哎。呃 <laughs>、哎，我们讲到菜根菜谱，联系到我们前面谈经论生活，刚刚大家很熟悉的那个身影，嗯，草根逆袭的一代祖师。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更多时候。 看到的是草根的身影，我们自己也是草根。嗯，因此我们品尝菜根，而今天我们试着从佛法的角度，嗯，滋养大家的善根，嗯、所以这个非常有趣味。哎，这一本书在过去民间被称为千古奇书。嗯，它成书的时间呢是在明朝时候，万历年间。 距离我们今天大概四百多年，那传承至今，在社会上依然有很多朋友很喜欢读。对，里面很多朗朗上口的这些佳句，嗯，甚至很多人写来当作右铭，嗯，不断的勉励自己、嗯。特别是很多书法家<说>喜欢写、啊。是的，是的。啊、看来这个菜谱，嗯，不仅仅说可以指导我们如何去滋养。 我们的生活还可以在社会上作为一种文化供大家鉴赏，嗯，还真的很靠谱。是的，是的啊，所以我们刚刚讲到这个，这个很有意思，呃，这个一个不会腌这个菜根的这个厨子，他不会是一个好思想家。没错，没错。啊，你看这个我们看电影《食神》啊，这里面周星驰演的那也确实美食家的同时他。 有的同时是一个好的很好的一个思想家，<错>他可以从这个炒菜当中悟出很多的这个人生哲理。是的,是的，是的，啊，这个我们想到刚才说的六祖慧能大师，嗯、人家也是个好厨师，嗯、<laughs> 因为慧能大师在猎人队里的时候是给猎人做饭，嗯、而且他是专吃菜根的，所以这方面的心得。 非常的丰富嗯，嗯，我们可能会有这么样一种启发，嗯，能大师的智慧，嗯，源自于草根，源自于平民，嗯、源自于普普通通百姓生活中大家最熟悉的场景，嗯，他是草根，他品尝菜根，他成就大家的善根，嗯，草根的思想。 其实，就是众生的佛性，嗯，能够观察到一切众生本具的佛性，这就是最深刻的思想，嗯，有共通之处。嗯、<不>出生草根，没错；吃的菜根，没错；成就他人的善根，没错。是啊，然后如果他两个人来一场这个穿越时空的对话，我相信也聊得很精彩，就像我们今天一样。<laughs> <laughs> <laughs> 呃，这个作者还蛮有意思的。的我看这个洪应明，他号啊“还出道人”，但是他的《菜根谭》里面有很多的是佛学思想。对的，对的，他自己本身就玩穿越了，哦、跨界的。这个要让这个同行听到这个事，嗯、以为他不务正业。哎，多元化发展是社会的需要。还、啊、出，怎么听？ 都像是佛经的话。我们这几年很流行的“不忘初心”嘛，初心，对，这不就是还初嘛？对。所以千百年来，这是网红的关键词。嗯。不要忘记，为什么吃饭？哎，这可能是啊，品尝菜根的真正意义，在生活当中，在学佛的过程中。 在修行的旅途上，嗯，始终不能忘记，嗯，最初那一念心，嗯，念念不忘，嗯，必有回响，嗯，最初那一念心是因，从这一念心所延伸出去的一系列的思想和行为，嗯，则是最终的果报，嗯，所以因果相应。 有根才有义，有花才有果。还初，或许是作者自我勉励的一种称谓。嗯，而作为道人呢，这就很专业了。嗯，有朋友可能会想到，既然称道人，他是不是道长？嗯，哎，也有这么一种可能。嗯，但是根据相关资料看。 他并非严格意义上的道场，有个能叫修道者啊，没错没错。呃，因为在过去呀、啊，呃，有很多读书人也喜欢用“道人”这一称谓，嗯、在学佛的居士当中，这种情况也常见，因为它比较高雅。我是个普通人，但是我有向道之心啊，而且你看。 我签名，我都是这么说的，还出，嗯、我从来没有忘记，我是个向道之人，嗯、这个是非常谦虚、嗯、非常客气的，个性签名。嗯，大家听了之后，哦，原来他有可能是个修行者，只是他的身份呢，现在还比较低调。嗯、晚年，作者归心佛门。 虽然不是说像出家修行人这样专业修行，但是他的生活确实是以出世的精神去理解、去诠释世间的境遇，很像我们这些年一直倡导的学佛人学菩萨道，嗯，就是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事业，没错，没错。 呃，我我开始查他资料，我我我是，呃，就是对这个洪洪一鸣这个资料查的时候，我乍一看啊，我是觉得这个这个洪老先生有点不地道啊、呃，这个脚踩两只船，呃、一个叫还初，呃，再加上一个道了我就是说他佛道两脚两两只脚都踩，没想到他踩了三只，因为他还最开始是有志于这个功名的，他儒家的思想。 在他年轻的时候，法是占了更重要的部分；到老了的时候，才归心佛门。是的啊，也就是说，他在自己的这个人生经历当中啊，刚开始是入世进取的精神，之后然后进入到这个佛门的。所以我说，师傅这也是一种因缘。是的，是的，对，这个恰好说明啊，他的人生阅历是非常丰富的。呃，由儒入道，嗯，由道归佛。 这简直是完美搭配，就他体验了中国三大文化精髓，没错没错，儒释道，没错。呃，同时呢，这也说明，不论是老子、孔夫子，嗯，还是我们的释迦牟尼佛、嗯、本师世尊，嗯，他们在一起是聊得很开心，而且可以聊得来的，没错没错，没,错没有障碍的。所以，这其实啊，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界别。 而是我们如何去融会贯通，怎样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把儒释道三家的文化变得更加的唯美、禅意，嗯，和幸福，甚至是圆融无碍。没错，没错，嗯，呃，他还有另外一部书叫《先佛其宗》，也是他创作的。 所以他对这个佛教和道教，他都是比较精通。是的，啊，从这一点来看，我觉得他本身就是在这个三三者之间，这个是很来去自如的。是的，啊，融会贯通啊，对。但是如果是从人生的这个经历来看，他是比较坎坷的。是，啊，从年轻时候到他这个一直这个求取功名，但是老是郁郁不得志啊，是是比较坎坷的。所以这个才造就了他这么一本千古奇书吧。 这个正好是人生历练的过程，类似于三藏法师西行取经，嗯，何止九九八十一难？但如果不是经过这么多的历练，他如何取得心经呢？佛经其实就是讲的心，经典就是说明真心本性，每个人的生活其实都是一场修行。 因此呢，在人生的起起伏伏过程中，大家都可以参照或三藏法师西行取经，或作者洪应明他人生的跌宕起伏。嗯，不管遭遇如何，但是他始终向前，他的心境越来越开阔。也正是因为经历了这么多的事情，让他看到，原来。 有很多的经历是可以让人生变得更加有滋味的，嗯，所以才要咬着菜根，好好谈一谈这些心得。为什么叫谈呢？就是跟大家聊聊吧。人生这些精彩的历练，未尝不是一场盛宴啊。我们不一定在经历当中。 把自己困住，我们完全可以看作，真的是一场转型升华的特殊排列。如果自己能在这个过程中有所提升，那就是我们说的修行境界突破了。嗯，这也给我们一个启示啊！我觉得师傅这点是很关键的一个启示，就是人的成功与否，或者说圆满的这个人生，它并不一定是你当了多大的官。 赚了多，呃，赚了多大财富？他甚至可能是你一生你郁郁不得志的一个总结，你留给后人，或者留给我们这些呃现代人的这么一本奇书，反而影响了更多的人。是的，是的，对，这也是他的成功之处啊。从这些智慧格言的说明当中，嗯、我们能够感受到作者的心胸非常豁达。对，他的。 眼界非常开阔，嗯，这个正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最需要的。我们可能士农工商、贫富贵贱，身份不尽相同，对，在家居士、出家师父，大家学习佛法的形式不一样，但没有关系。我们每个人的心都可以更亮一些，嗯，我们看待生活可以更宽一些。 我们对待自己身边的人和眼前所做的事情，可以更加的自在一些。这是我们每个人当下都可以去借鉴的。这正是我们品读《菜根谭》现实的意义所在。对，不以一时的成败来论英雄。是的，大家很多时候都会呃把把他的话朗朗上口。是的啊，比如说这个呃，看庭前什么花开花落。 什么包括我们这天天空的这个云卷云舒啊等等类似这些话题，是看到这些句子，我们会产生一个很淡然的一种感觉，<对>所以很多人就把这个洪一鸣当做是这个佛系青年的鼻祖，有这个味道啊，有这个味道。呃，谈到佛系，我们前面的课程啊有特别聊过，嗯，佛系它本来。 是积极上进的代名词，嗯、只是近代以来有太多的误解，嗯，就变成躺平的代名词。哦、没，没错，没错。<laughs> 现在我们就折中一下，嗯，有时候躺平睡个懒觉也是一种自在嘛，没有关系。但是睡醒了，面对人间的种种，还是要有雅量，嗯，要容得下，嗯,嗯，对于生活的种种遭遇。 要看得开，对，否则呢，又睡不着了。所以，不管怎么样理解，佛系始终向前。洪英明这位佛系青年，其实啊，做的还是非常优秀的。嗯，不管他人生遭遇如何，他的精神状态始终是乐观的，而且非常饱满。没错，没错、嗯，这也正是佛系最可取的一面。 不是只有消极，嗯、而我们所理解的消极，往往是懈怠成分偏多，嗯、但佛法中所说的，比如说放下，嗯、比如说看破，它更多的是一种心境，嗯、就是面对生活的遭遇，嗯、不要过于纠结，对，不为难生活，更多的是放得过自己，嗯嗯、这些话题呢，其实我们在菜根谭。 很多格言中随处可见，都可以找到。对，嗯、没错。所以我们这一次的呃聊天方式啊，嗯，就是生活场景，嗯、大家可以随意参与。嗯，因此呃，我们线上的网友要踊跃互动，欢迎多多留言。嗯、大家有生活当中的任何感想，或者在我们聊天过程中有任何的启发、各种想法，都可以提出来。 我们线上线下同步，哎，我们还考虑邀请嗯比较活跃的网友到现场来做幸运嘉宾，嗯，特邀嘉宾，没错，啊、没错参与这个话题的互动，是的,是的，是的啊。呃，师傅，那我们今天这个就是《菜根谭》的解读啊，就先从他的开篇先开始。好啊，呃，这里面他讲的开篇的这这个话也蛮有呃蛮有意思的，然后。 这里面我们把它给到，请师傅做一个开示啊，叫欲做这个金玉、精金,金美玉的人品，定从烈火中锻来，私立先天接地的这个事功，即向薄冰上履过。这是菜根谭开篇的第一则格言。嗯，这段话大家先。 好好的品尝一下，因为既然叫菜根嘛，钢铁味道十足啊！<laughs> 没错没错啊，那就要好好嚼一嚼，嚼出味道来。啊、呃，这个菜根啊，是我们自己种的，<laughs> 这不这这个到底是人参还是还是还还还是萝卜？呃，看是萝卜啊，实则人参啊，难怪我说这个 <laughs> 没长成形，所以全靠猜 <laughs>、呃。事实上呢。 人生百味，只有练过、尝过，才能说得出，但未必能听得懂。这叫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嗯、所以说呢，这段话它的文字其实非常通俗，嗯，嗯可是我们在理解的时候，真的需要像嚼菜根一样，开始可能有点苦。 这要看大厨手艺了，嗯，可能要加点调料，嗯，这也要看品尝菜根的人嚼菜根的技巧了，这是个技术活、啊，看怎么吃，嗯、看怎么样去配饭，嗯，把苦味嚼尽，后边有菜根香，嗯，所以在正式解读这段话之前。 我们先把《菜根谭》嗯这本书的主要，啊，它的依据简单介绍一下，这也是今天的大礼包。嗯，咬得菜根，百事可做可做 <承 S>。嗯，原本是百事可做。嗯。嗯 做是因成是结果，大家都期待结果嘛。我们经常看到很多到寺院来许愿的朋友，都是希望听到心想事成的。但是你说，哎、呃，成是可以，但是你得做。那佛菩萨可不可以代劳啊？<laughs> 我只希望有什么心愿都能成。 这个就是佛法所说的，嗯，人们更期待结果，嗯、美好的结果最好马上就来。那咱们就恒顺众生，没错没错。所以我们从果上说因，我们希望我们的很多心愿能够实现，我们得有所行动。嗯、这个行动嘛，就是说我们要去做，要去实践。这就像嚼菜根一样，这个过程是反反复复的过程。 为什么说是咬呢？是嚼呢？反反复复，这个味道才能慢慢品尝出来。嗯，咬得菜根，这说明一个人有耐心。这并不是说让大家真的每一天抱个菜根没完没了的去嚼，而是说我们试着用嚼菜根的这种精神。嗯。 去做事，嗯，去面对生活，嗯，开始就像我们面对一个很陌生的场景，嗯，就像我们跟不熟悉的人交往，嗯，就像我们在一个很尴尬的环境里面去生活，就像我们遇到了困境，嗯，别急，慢慢来，不要说没办法，只要人往前走。 嗯、总会有出路。嗯，走着走着就会看到希望。嗯，就会有光明。嗯，这个过程人的心性就得到了锻炼。嗯，这就像刚才这段文中所说的，一个人想要成就美好的品德，像金金，像美玉，金金，那是要经过百炼的。嗯。 美玉也是要开采的，这个过程就类似于嚼菜根的过程，就像出家修行人可能要经过很多的磨练，最终才能成为一代宗师。嗯，在日常生活当中，每个人的经历都可以看作是在修行过程中的。 特殊课程，我们这样去理解的时候，所谓的美好品德，其实它就是我们生活习惯的培养。说品德嘛，我们听起来会高尚一些，但事实上，它就是一种生活习惯的培养。这一种生活习惯来自于日用平常，更多的是需要有平常的心态， 在过去的学问人当中，有很多这一类的案例。王阳明先生曾经说过这么几句话。很多人理解修行，可能是比较玄妙的。就是我们经常也会遇到对佛法有兴趣的朋友来问：“哎，师傅，我很想修行，我很想知道修行是怎么回事？是不是我一修行，我就会飞了？” 我下次来见你就不用坐车了，是不是？我我我我这一修行，呃，我就可以隐身了。师傅，你看到我吗？上天入地、啊。这可能就认为我这一修行了，就像菩提老祖教给那个孙悟空啊七十二变了啊，认为这个叫修行。呃，当然或许吧。呃，师傅，你你能你,你会教我七十二变吗？不行，这个得交学费，而且这学费特别贵。啊，这个我们很多人理解就修行，可能是很玄很玄的。嗯。 王阳明先生这几句话，嗯，倒说的挺通俗。什么叫修行？修行啊，就是饥来吃饭，倦来眠。只此修行，玄更玄。说与世人，浑不信，却要。 身外觅神仙，这话怎么听都像能大师所讲的：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绝。嗯，用我们的这个现代白话翻译就是：该干什么就干什么。没错，没错。可是大家一听马上就懒了啊！既然这样，各忙各的吧。嗯，反正修行跟不修行本质上也没,没区别嘛。 啊，别急，别急，别急，这几句话还是有出处,处的，唐朝的，嗯，一位禅师大周慧海禅师最先说这句话。有人向禅师请教：“哎，师傅，您平常用功修行，哎，您是怎么用功的？就是就是，我们说，师傅您怎么修行啊？哦，学学，说说，说来听听。修行嘛。” 用功也是用功的，怎么个用功法呢？就是饥来吃饭，倦来眠。啊，师傅，这样用功，这样修行啊，那跟大家都一样啊。呃，不瞒师傅说，我也是这样的，饿了就吃饭，困了就睡觉。那既然这样，师傅跟我有何不同啊？ 哎，师傅就笑了笑。嗯，看不出啊，世外高人就在眼前啊！你也会修行啊？如果要认为有什么不同，简单了。多数人吃饭的时候百般虚说。嗯，就是吃饭的时候想到这道菜不可口，那件事情还没做，一个微信还没回。 那边欠的债还没收，还有等一下要去约会，不知道晚上能不能睡得着觉。真要睡觉的时候，又想明天那个人会不会来啊？嗯。这单业务能不能签得下啊嗯。那高利贷会不会上门来追债、嗯？对，没错，没错。有千般的思索。嗯。所以，单纯的。 鸡来吃饭，倦来眠，其实也是个技术活。吃饭的时候就是单纯的吃饭，哎，我也单纯吃饭呢。哦，咱能不能够吃的很开心？咱能不能吃的不挑剔？咱能不能够在吃饭的过程中心生欢喜，满怀感恩？咱能不能够吃饭之后？ 心情愉悦，佛法里面的说法叫“禅悦为食，法喜充满”，不仅仅是吃饱了，而且还挺开心。嗯，咱睡觉之前能不能先设计一下，今天晚上是找周公呢，还是去看看老夫子呢？没准到灵山会上去穿越一下。 梦境可以做得了主，也就是我们可以夜梦真的很吉祥。然后晚上睡觉前，我们彼此祝福都是好梦吗？真的好梦吗？可能很多时候一夜不眠。嗯、尤其在今天这个时代，可能很多年轻朋友晚上睡得比较迟。嗯、准备要睡的时候，做梦的机会已经过去了。禅师。 这句非常通俗的心得，让问话的人呢有了启发。嗯，后世包括王阳明先生在内，为此还特别做了这样一首诗，嗯，给大家做分享。嗯，类似于我们刚才所说的，所谓美好的品德，其实就是一个好心情的习惯。嗯，比如说我们说一个人有容量。 那是他看得开。我们说一个人不计较，那是因为他不会把这些琐碎事情放在心里。我们说一个人心地善良、乐于助人，那是因为他都看到了人家需要的地方。我们说一个人菩萨心肠，那是因为当很多人在认为这些人可能。 很可恶的时候，嗯，他却能体谅到对方的难处，于是我们就说，嗯，这个人品德高尚，大度能容，这就是像精金冶炼出来的，嗯，这就像美玉雕刻出来的。哎，我们寺院在清田，清田石，嗯，也是非常著名的美食。 前两天我们还到去参观石雕 <是吧 S 2> 博物馆，哎，去看青田的石雕，精美，嗯、栩栩如生。没错，材质好，但也需要开采，也需要高明的工匠，千锤百炼。没错，没错。所以人生其实啊，都是历练。嗯，我们每个人来到人世间，都是一场修行。这场修行其实非常有趣。 或许我们在经历的时候，有时候会感觉，哎呀，我的人生怎么这么不堪呢？今天这一堂课，我们换个角度聊一下，忽然会发现，嗯、哎呦，嗯、那可能是故意啊，剧情需要啊，嗯、要不然以后我回味人生的时候，怎么可能那么精彩嘛？嗯、你看看那《西游记》，如果没那么多妖怪，显得出悟空厉害吗？没错了。 如果没有那么多的险情，怎么知道唐僧嗯是有决心、有毅力，必须要到西天的？所以回过来才发现，哟呦，全是托！<laughs> 原来人生的种种遭遇都是为了成就嗯幸福的人生嗯。所以师傅这个题词啊，讲得这个菜根。 我觉得后面还有一个香，是不是嚼的菜根香百事可做？对对对，好，这个是接下来要分享的大礼包。嗯，既然嚼了菜根了，接下来就要品一品香味。对，这个几句话，这是跟菜根谭关系非常密切的几句话，很多朋友相信也很熟悉。嗯，内容非常通俗。 大家一起来品一品，心安茅屋稳，性定菜根香。嗯、就是刚才我们王总提到的，那、嗯、菜根嚼来嚼去，不能总是苦味吧？不，它真的是香。我今天在真宁寺吃的菜根就真香没错，没错。呃，欢迎各位网友，呃，来真宁净市品尝。 真的菜根、嗯、所以晚上做梦也流口水是是、呃。没错，没错，是的，呃，而且管够啊，<laughs> 我们后山有大片的菜园，呃，再插播一下，这是实景采的啊。嗯，前面这两句说的是我们的心性，其实啊是可以做得了主的。嗯、你看，安，就只要我们不浮躁、不妄动，其实、嗯。 我们不管在哪里，都可以随遇而安，哪怕是身处很简陋的环境当中。茅屋所代表的就是最简陋的环境嘛。嗯、对，像《论语》当中所说的，颜回，嗯，一箪食，一瓢饮，居陋巷，他居住的地方就是一个破陋的巷子。一般人看到觉得这也太寒酸了吧？回也。 不改其乐，<其乐 S 2> 没错没错。为什么呢？因为，哎，他可能更早品尝菜根，所以他安于所欲而不改其乐。嗯，所谓不改其乐，这就说明以前就是乐的，没错了。了他不一定经常住陋巷，嗯、但是这段时间住没有关系，心情也挺好。世事静方见。 人情淡，始长，这个面就宽了。世事就是总结人生的所有场景。嗯，我们人生境遇是错综复杂的。有很多人说：“哎，我学了佛，佛能不能保佑我，让我的一生都顺风顺水？”嗯，开船喽。 也不太可能遇到这样的情况。嗯，如果这样，人生岂不是太无聊、太单一了吗？所以呀、啊，佛如果真的会安排剧情，也极有可能故意安排几个让我们锻炼身体的场景，嗯、好好摔打摔打。比如说，他跟猪八戒去安排了这个高老庄，没错，没错，没错、嗯。哎、呃，所以，呃，有理由相信。嗯。 我们拜了佛，如果人生可能遇到恰好的不顺，要理解剧情需要，哎，这个时候我们要体谅一下哦。看来佛重视我了，认为我是个潜力股，给了我高难度的训练。嗯，当我们这么理解的时候，叫懂佛，而而不会认为哎怎么回事啊？我香都烧了，而且一米八呢。 <laughs> 为什么为什么佛佛没闻到吗？还这么整我呃，误会了，误会了！正是因为我们烧了高香，我们表了诚心，所以佛说：“你不是人定势吗？你不是希望境界一米八那么高吗？所以那必须把标准提高一点、啊，境界拉伸起来，哎、好好历练历练。”那我还烧短一点，<laughs> <laughs> 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啊，是从感性的层面去理解的，但是作为。 制定人生路线的导演，嗯，肯定是按剧情需要，肯定是希望这个主角越来越精彩嘛。他当然要经历一些刺激的场景。所以我们这么去理解的时候，在镜头前，我们每个人都是主角。看待世事，嗯，能够静下心来。 而不会浮躁，而不会抱怨，而不会心有遗憾。<对>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这是很具体的。在生活当中，我们离不开彼此之间的互动。嗯，小范围家人，大一点朋友，再广泛一点整个社会，人情往来，有时候。 很多朋友说：“哎呀，心有点累。”欢迎各位感觉心累的朋友，周末到真宁静室来放松。嗯，哎，那我心很累怎么办啊？到真宁静室来放松啊，可以的。什么意思？我们确实有情绪，我们有时候会任性。所谓任性，我就觉得累了，我就觉得烦了，别管我。 我就觉得我想休息一下，嗯，没事我们需要有一个安放心灵的空间，这个地方它就叫真灵静室。嗯，啊，假定，嗯，大家如果生活范围内有这样的场景，都可以自己去散散心，嗯，让心情好一些。嗯，人情之间的互动。 喜怒哀乐，悲欢离合，是非人我，恩恩怨怨，不必介意。嗯，这恰好，人生百态，如同美味佳肴，有香的，有辣的，偶尔也要来点苦味嘛，甚至来点臭的。没错，没错。那很多朋友倒还真的喜欢吃臭豆腐。<laughs> 所以各种味道都有一些，这个是开饭店的服务周到嘛？所以对人生的种种遭遇，我们不妨用欣赏的态度，嗯，去接纳。嗯，人情世故在《菜根谭》这本智慧奇书当中，可以说。 体现的淋漓尽致，非常透彻。没错，没错，它是处世的哲学，它是修身的宝典。从学佛的角度，甚至可以看作，它是一个学佛人日常生活的行为指南，可以作为我们动一个念头，嗯，说一句话，向人打一个招呼，处理一件具体事情的操作指南，嗯。 如同像刚才我们所提到的，宠辱不惊。对，看庭前花开花落。嗯。哎，这段时间正好秋天叶子落了。哎，别急，是为了迎接明年的新叶。看到天上云卷云舒，不正好可以感受嗯自然的变化，嗯、世间的奇观吗？ 人间有喜怒哀乐，大自然我们看到有种种的变化。嗯，人生的精彩也正在于此。嗯，世间的美好，我们得试着去欣赏。嗯，人生未必完美。嗯，不过心情可以美好。呃，今年的一部这个电影啊，《长津湖》。 我相信很多网友都看过，呃，这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就是在这个长津湖播放的时候，呃，到电影院去看电影的这些这个呃人呢，有的时候会领到一个土豆，就是他也想让大家尝一尝，就是当年志愿军在这个朝鲜这个战场上冰天雪地下吃那个冰疙瘩的那个土豆的这个。 感觉，所以很多人吃了这个土豆之后，触动非常大，是的，啊，有的甚至是泪流满面。没错，没错，啊、这个体验感很强。所以节目即将结束，嗯，呃，建议大家，嗯，明天早晨品尝菜根。对我是建议网友，如果有机缘的时候来真宁静寺，真正的静下心来，好好去尝一尝真宁静寺给大家准备的菜根。 呃，野菜根，非常欢迎，非常欢迎，呃，欢迎啊！今天的网友，嗯，带着一家人组团来到真林净室，我们边品尝菜根，边谈人生智慧。嗯，愿大家的生活更加的幸福美好，人生更加的乐观。嗯，但我担心这些网友吃完还要带着走。 呃，没问题，管够。<laughs> 呃，明天我、呃、就准备啊，把后山的菜多种一些、嗯。阿弥陀佛，感恩师父。阿弥陀佛。嗯 <laughs> <对>，非常高兴，我们今天的菜根二人谈，呃，跟大家呢，呃，共同分享到这里。感谢王总，感谢各位网友。今天的大礼包在红原之音和新禅风的直播间会。 同步赠送，欢迎大家踊跃参与直播间的互动，更欢迎大家到现场来共同体验，我们一起畅谈人生智慧，菜根二人谈，下期不见不散，常回家看看，常吃吃真宁寺的野菜根，谢谢大家，阿弥陀佛，感恩师傅感谢王总。